玉桂狗的心动厨房，何止是心动，可爱到心肺停止，赶紧拆拆看吧。第一盒，看出狗狗本尊了，看材料应该是做甜点，细节真的太棒了，远程魔法打蛋。第二盒，这是这个世界的烤炉吗？又是出食物版，我立刻辞职去做面包。烤盘细节好评，肉桂卷既是草莓味的，心都甜化了。这食谱竟然是真货，这盒真是太惊喜了。第三盒是牛奶，还要踩小板凳，你这是雇童工吧？这个锅架在卖萌，面包也在卖萌。第四盒粉粉的料理台，门也是可以打开，又是一个卖萌的锅，蜂蜜流动的细节好评，看得我好想舔一口。第五盒，这一面秒杀外面西餐厅，这难道是又收获一本食谱。第六盒，这次有狗哥印花，你想要哪种口味呢？擀面杖有签名，烘焙纸连尺寸都有写，小细节真赞。第七盒，这是什么神仙咖啡机，看样子可以打奶油，玉桂狗和咖啡主题最般配了，下次叫上黄黑皮小伙伴。第八盒，哪个女生没有幻想过住在可爱的甜点世界呢？和包装一毛一样。这次的玉桂狗心动厨房，你有没有心动呢？